听故事，品历史，这里是历史影像机，我是宁哥。本期我们的话题是蜀汉走向灭亡，到底谁才是大罪人？如果问三国中哪个君主当得起昏庸二字，那么首屈一指的当属蜀汉刘备的儿子刘阿斗是也。那么真实的历史上，蜀国真的是因刘禅而亡的吗？其实熟知三国的人都知道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蜀国真正灭亡的根源在刘备和诸葛亮身上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那就得从蜀国第一次大败元气的荆州之战说起了。公元前221年，刘备稳坐汉中王宝座，整个蜀汉实力达到巅峰，委任关羽坐镇荆州。他让刘备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关羽虽然忠贞无比，却刚愎自用，结果大意之下痛失荆州，败走麦城，酿成一件件惨事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。刘备因识人不明，致使蜀汉实力出现第一次衰弱。更可怕的是，在听闻这个消息后，作为蜀国第一任国主的刘备却未能审时度势，在群臣尽皆不允的情况下，毅然带兵讨伐东吴，为兄弟报仇，结果可想而知。这一战非但没能复仇，反被陆逊火烧800里连营，70万大军旦夕之间尽数灰飞烟灭，致使蜀汉从伤筋动骨到了根基尽毁。甚至可以说，自刘备伐东吴失败后，蜀国就已经开始走向了灭亡的路上，而打开这条路的就是刘备自己。要说刘备是打开蜀汉灭亡之路的始作俑者，那诸葛亮就是导致蜀汉灭亡的最大元凶。这就要从诸葛亮的两个缺点说起。其一，诸葛亮太重恩义，未完成刘备遗愿，在蜀汉最该休养生息的时间悍然发动了北伐。第二个缺点是诸葛亮事必躬亲和错用马谡。诸葛亮当政蜀国期间，整个蜀国的运转围绕着诸葛亮一人而动，这样可以实现高度集权，但当诸葛亮去世之后，问题便暴露出来。整个蜀国老一辈名臣大将死完之后，蜀国再也无人可用，而错用马谡是导致多年北伐一朝烟消云散的结果。所以说，蜀国的灭亡在诸葛亮不成熟的时机选择做出北伐的举动之后，就已经注定了结果。而导致蜀汉逐步走向灭亡的人，正是缔造他的诸葛亮和刘备。刘禅这个人也富有双面性，但也有一点可以摒弃的是，刘禅并不是传说中的昏庸无能。其实很好明白，在诸葛亮北伐和随后姜维北伐期间，不管战争局势如何，蜀国的后勤方面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。而且刘禅在位期间一直提倡与民休息，致力发展农业，并且不管是诸葛亮或者随后的姜维、蒋琬，刘禅都表现得极为信任，哪怕政见不合也虚心受教，甚至在明白自己能力不足之后，主动地让出一些政治权力来保证蜀国的发展。在这一方面，刘禅比许多君主都要英明得多，所以不能再一味地让刘禅背黑锅了。你对此有何看法呢？